4月14日起，每周四晚上9点，莫扎特餐酒馆开张喽！想知道我们做了哪些料理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你输了，你要再喝一杯。我玩完这个游戏，我就要被送医院。好，算他赢了，我再喝一杯。好，进去。这节目太残忍了。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红酒炖牛尾，现在就要拿出我的这个秘密武器——番茄泥。我帮你加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站在旁边蛮无聊的。等一下，你知道要多少吗？我知道啊。你要是煎到它表皮有一点微微的微金黄，金黄。看到这个颜色就已经很漂亮了。